分，型男大主厨看谁最幸福。晚安，大家好。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七点钟，真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视习惯。这时候七点钟看这节目就对了，适合拿来配菜的一个好节目。是，今天晚上加菜吗？来，今天我们讲五星级料理。莱阳平原呢，可以说是依山傍水啊，所以呢，它你要吃山蚕，有吃土特产，有吃海产，也有，统统有，什么都有。今天来宾可都是鲜肉级的朋友，不是鲜肉，就是肥肉。那么欢迎周兴哲、陈大天、Tay。Teddy、伟静，还有大宝，欢迎伟。看到没有，小鲜肉，或者是正男团，我都是肉跟团的。如果你今天会赢的好朋友站台，没错没错。大宝这一队有什么演出啊？你觉得这是大宝？不是大宝，不是大宝，重点在这边。我们有我们的演出，但是我们现在要一起去听这个人的演出。是，对，在这个11月6号，怎么变成我来介绍？你当主角来了。我们首唱演唱会呢，即将在11月6号在华山的 Legacy。你做什么？首唱？对，你以前没唱过吗？没有，第一场。个人的，对对对。11月6号晚上7点。这次演唱会，你会去诠释别人的歌吗？会，当然会。我会唱，就是有哪几首华语情歌影响到我，然后创作。哎呦，你为什么跟他是好朋友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之前节目校园啊，都会有碰到。对，有件 special 就派两位代表，哇，鲜肉代表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就派你们两位？刚好你们俩有空。啊，可以这么说啦，其实这真的是因为刚结束宣传嘛，对不对？结束那个，对啊，而且刚好进来躲躲雨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一群就对了，又有天团，又有演唱会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好不好？欢迎吴伟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特别吃到的是莱阳平原的在地好食，所有的食材呢，今天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呈现。我想我们莱阳平原常去，因为徐翠的关系呢，去宜兰更方便，很方便。莱阳平原呢，好多很好吃的东西，今天节目中尽量为您搜罗。马上欢迎第一个单元，8分钟，2道菜，王福利师傅，欢迎。石斑鱼、莱阳平原的香菇、莱阳平原的茭白笋、莱阳平原的米、莱阳平原的鸭、莱阳平原的三星葱，哇，看到没有，都是莱阳平原的。对，好蓝啊！而且刚刚那个莱阳平原的石斑，它有个名字叫做宜兰斑。哦，宜兰斑，对，跟老人斑没有关系。宜兰斑，然后那个笋跟米都是用温泉水种植出来的，所以也不一样。今天带来8分钟2道菜，两道菜，就要挑战哪两道？第一道，第一道是南洋的炊饭。炊饭？什么叫做南洋的炊饭？南洋炊饭的话，我就用南洋在地的食材，像石斑鱼啊，然后还有茭白笋、三星葱。然后香菇我去做一个有点像海鲜饭的感觉。那另外一道叫做？另外我用樱桃鸭胸去做煎的迷迭香洋芋。啊，所以今天酒店的西餐总主厨啊，这个眼睛哦，不到40岁，非常的优秀，年轻有为。哎，8分钟2道菜常常来不及，非常厉害。所以我今天带有秘密武器的，常常来不及啊。哦，有秘密武器。对，我今天带有秘密武器。作弊？没有作弊啊。这什么？这个是非常轻巧，它这个锅子啊，它有，可以有很多种做法，它有4种的配件，然后有5种的可以料理方式，可以煎。4种的配件，5种的料理方式，对，可以煎，可以炸。好可爱哦，长得颜色又好漂亮，可煎可炸，可以蒸哦，然后可以烤。对，我以为它是铸铁，它是轻轻的吗？是什么？什么材质啊？是飞盘吗？合金啊。这个没有，它这个导热非常快，然后我们在煮的时候很方便。那而且你不要看它这样小小的，其实它非常好收，然后也很好做，适合1到2个人的。哦，对，但锅子也好轻哦，独食的人加油哦，8分钟哦，好，8分钟哦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我这边有蒸好的洋芋哦，可以蒸了。对，我蒸的洋芋，那我先拿起来。那这个鸭胸呢，我画一下，把那个。帅，为什么是画皮呀？画皮呢，让它油可以待会我煎的时候比较容易逼出来。哦，周迅的电影。盐巴，腌一下盐巴。对，然后胡椒。啊，哦，先腌过就对，就不放油了啊，直接可以这样。不放油，不放油，不会粘吗？不会，因为它压油很多。哦，直接炸出压油。好，下点油，加点油，然后炒下这个。香菇，香菇，切好的香菇，然后点葱。所以你的炊饭是有点像日式那种什么釜饭，对不对？
茭白笋，茭白笋切一切，美人腿。啊，过一分钟了，你还在切笋，压力好大，压力很大。这马铃薯哦，刚好蒸好之后马上切。这是珍珠啊，珍珠洋芋，珍珠超好吃的，对，水分很多。我一样，我直接放进来，也不用放油吗？先不用放油，洋葱，鸭油出来了，鸭油出来了。它那个是可以调温度，是吗？这可以调，当然可以，温度低的和高温的。OK。好，转片下去哦，干煸它，然后洋葱，还有六分钟。哇，加油加油啊，重点重点，那饭要先洗过咯，先洗过泡过，拿不来，你放生米像话吗？然后蛤蜊，哎呦，蛤蜊好鲜，蛤蜊汁，哦，鲜汤，蛤蜊高汤，柴鱼高汤哦，哎，柴鱼酱油，柴鱼酱油老乱了，然后这个鸭油把它倒进来，还两用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再继续煎它，因为它那个熟，那熟度还在，蛤蜊它就开了，各位，哇，蛤蜊开了哦，怎么那么神奇？太神奇了，竟然蛤蜊开了，我只下一点点就好，因为那个蛤蜊它是咸的，咸的，这是炊饭的，炊饭炊鱼鱼鱼鱼，石斑石斑，宜兰斑宜兰斑，斑斑斑，哇，这个一样，再回去盖盖子，好，然后就等它熟，好，螺丝玛丽。放一点进去就好，然后番茄做点颜色。哇，这是配菜，漂亮的一个空间，做的跟真的一样，美丽的配色。哎，如果这些小锅子可以做出像五星级大菜，厉害。嗯，真的。这块好了，漂亮，翠绿的青葱，漂亮漂亮。好啊好啊，期待期待。再焖，我们就关火就可以了。关火，隔岸关火豆腐。完了，我觉得压胸危险，最后一分钟。好，五分钟倒数。哇，来，我们这个也快好了。你这个马铃薯，你看煎得非常漂亮，已经上色了。能够接受八分钟两道菜的任务，其实并不容易。它的思虑要非常的清楚。对，最后呢，我有点松露盐。松露盐，松露盐，对，松露盐。松露盐，没什么，就加进好。突破盲点，这就很好吃啊，那个。还有东西没有用到，鸭油炒熟的，还有还没用到哦。还有我们呢？鸭很能吃。起司先下一点。哇哇哇哇哇！跟着马铃薯一起哈，太会了。我最后起锅前还会再下一点。好哦。就在这个时候。鸭好了没啊？我要用尽所有的鸭油。用尽所有的鸭油，就在这个时候。几分熟？继续计时。加油！几分熟？即将揭晓。真相只有一个。鸭有点烫，哦，哇，漂亮，哇，粉红的，这看起来也太强了吧！来，最后我们这个芝麻叶呢，带一点健康一点，然后它有苦味哦。芝麻叶，芝麻叶，芝麻叶，会当那个什么披萨装饰，然后最后披萨沙拉都会放芝麻叶。哇，请大声报好，如果好的话，最后红酒醋。如果好的话，请大声报好。好。南洋炊饭，鸭胸煎迷迭香小洋芋。太可爱了。期待哦。要有一个游戏，这个机制非常的发人深省。各位，好励志的单元，准备各就各位。来了。嘿。好。好怀念，突然间庙会了，对啊，不由自主就喊出来了。刚才为各位带来一段详细性，七取四，好不好？选一个，这个顺序是蛮重要的。七 ，lucky seven，lucky seven，lucky seven， 你最 lucky，lucky，lucky， 哇！六大顺，六大顺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不要说了，我们是五吧，倒数吧。哦，暂时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合群啊。四，哦，空一个位置，空一个位置，对。
翻翻翻。哎呦，所以剩一跟五，这是你们两个主持人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好，这不重要啊。我需要你抽一。哎呦，来喽，这次的口诀。看到没有？嗯，我最 lucky 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，了解了啊、嗯。好，我最 lucky 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，没有，要举清楚。哦，三没有，对不对？下一位，我最 lucky 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，哇，吃吧，这一道 CP 值很高，没想到就让我雀屏中选了。还有三个名额，下一个换你的。预备，换谁啊？换我。预备，来。我最拉皮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，没有。差点就举手。我最拉皮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二，没有。我最拉皮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三，哇！来，走。哎，这游戏是体重比较重，会容易中。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英国报道指出的。没道理啊。快不够喝了那个，来，周星哲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等等，我最 lucky 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一，太晚说，这可以吗？不行，来吧，我们这个我好像，是，你是音乐人，我是 lucky 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几，对不对？这次自己人吃一，就是。我有跟听众讲啊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所以这样子他不算，不行，我刚以为这是他的一个节奏，不是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，不对，我可以有，谁先搭配？对对对，开始，我最 lucky 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二，一样吗？何必？真的不可以吗？给我帮他，拿。其实刚刚那一刻不需要再重来。加油！好了，大力准备，开始！我最 lucky 不喝奶，这次是自己人吃。二，加油！恭喜啊！我对不起。哎，一人算的刚刚好啊！哎，这游戏太多人玩很胀。拿自己的餐具。哦，好香。咸味够吗？够，这都有点半。够够，这都有点半。够，那应该是蛤蜊的关系。哦，好香，我用我的就好香。真的。哇，蛤蜊哦。你有没有吃过田鸡？有。刚换你嘴巴的那个鲜，记不记得田鸡肉那个弹性跟鲜，它有。真的假的？我感受一下。有。还有另外一道菜哦。周星哲吃太慢了。弱肉强食的世界。弱肉强食，但是在你旁边才有这种世界吗？谢谢。他是弱肉，我是强食。我是强食。哇，番茄好，好香啊！助消化，这个珍珠马铃薯，本来口感就很厉害，吸满，压油，天哪，好烦哦！我要昏倒，天哪，这哦，其实这是一道非常法国传统法国的菜，有，他们在炸那个薯条的时候，或是在煎马铃薯，都是用压油，天哪。这盘子我想舔干净。Amazing！ 大宝，我们就照的是食物，不是饲料。你再舔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播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人，掌声鼓励。谢谢。接下来看两位师傅来呈现。欢迎，我现在绝对是错了，没有。紧接，紧接，那么欢迎。到底在搞什么？郭炳真师傅，这不就是樱桃鸭、茭白笋、三星葱的组合吗？是的。马上今天用宜兰在地的好食材，对。菜名叫什么？
樱桃鸭三星葱饼。我们在宜兰可以吃到的三星葱饼、啊，排队的很有名的三星葱饼，炸的吗？对，半煎炸的那个。我有吃过，它里面包的是猪肉，包猪肉。对，我们今天用的是那个樱桃鸭，樱桃鸭，那个超好吃的。麻烦示范一下，你要现做啊？今天现做，因为今天大宝在，手劲够，擀面啊，有啦，大宝做出来的。那这里有500克的一个中筋面粉，今天用的是中筋面粉。中筋面粉，对。那这边有一个快速的一个酵母粉，来，这一大匙进来。一大匙，大宝，筷子给你。好，那这一部分呢，有一个温水，两大匙的二砂糖，你先放进来，跟温水做调和。对，为什么是甜甜？因为它的甜度可以让你的酵母粉发酵的更好。那再来，你这个整个面粉它吃起来不会有生味，那带点略甜。哦，这拌着啊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这边就拌进来。那再来200cc 的冷水。冷水，对，就是就把刚才100cc 的热水，温水，温水只是为了让乳糖融化吧。用你的手，可以沾一点点的手粉，好，直接搓它，反过来往前推，反过来往前推，用这样的方式，哦，那揉到什么时候呢？揉到它整个的外表的部分呢？有点光滑，好，那这样子的干粉的程度呢越来越少，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稍微静置一下，其实就跟做很多面食类很像，对，哇，看起来就像麦饼，要啥都打票，大宝，你麦饼我一定买，看起来好专业哦，对啊，觉得你的饼就是你好吃，软度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哎，光滑了，表面开始光滑了，很软啊。啊，拍一拍，塑一下形，然后就让它早日让它醒一下，对，让它冷静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封个保鲜膜，你大概要半个小时之后，它怎么会碰？然后另外一个，你没有盖保鲜膜或者湿布的话，这里的部分空气包括冷气，它很容易外面干掉，对，碰不起来，它碰起来外面还是干燥的。OK， 要需要一点潮湿的环境，对，半个小时后，小变这样子，哦，碰起来了。哎呦，它长大了，它就长大了，它就长大了，哎，它有酵母粉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哦。因为宜兰的三星葱，它的特色就是葱白的部分比较长，对，会比较长，所以包括它的甜度跟辣度也会不会像一般的葱这么的呛，哦，所以它的一个制程其实，满满的葱味在这个里面，你熟成它就变甜的，好爱吃葱哦。那我可以带着回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现在都要直接处理葱嘛？对啊，你有三个助手，你知道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左边两人，左边有人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先过去了。好好好好，来这边请。阿吉士，是陈哥，来。香鱼，香鱼是。接带来的这次也是我们的好，哎呦，好漂亮哎。肚子好饱满哦。每一尾都有。很饱足的鱼卵在里头。台湾的香鱼80%是来自于宜兰的，就是兰阳平原。哦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气候水质特别适合养殖这个香鱼。真好。嗯。啊，意思菜名叫什么？哦，菜名啊，桂花、紫苏、梅子制香鱼。我这边再烧一锅梅子水。梅子水。哦。对，那这个梅子水呢，这边还有一碗梅子酒。哦。还有。哎。那么让它表里一致的去煨出来。用煎的煎香鱼啊，那我今天这边鱼有多预留了几尾啊，那么等一下拉两尾出来干煎呢，给各位做试吃，试吃香鱼，对对对，那我现在呢锅底的温度没有很高，那直接贴进来。好，那我们在煎这个鱼的时候呢，啊，通常香鱼不需要热锅，哦，冷锅下去的时候油呢它慢慢皮上来，它会保持光滑状啊。哇哦哇哦哇哦，它是不会香的，表哎，有些鱼都会表在那个，不粘锅，锅子上。哎，跟梅子煨在一起。对，那现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梅子久了不要下太早，用天上掉下来的梅味这种米酒就好了。哦啊。这个是桂花酱啊，让它进来。桂花酱，我有一回弄的桂花酱为什么是咸的？它有两种啊，它有两种，一种咸的桂花酱是拿来做秘制火腿的。哦，这次先煎鱼，我们等下再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我们先走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樱桃鸭的鸭胸肉。连皮都把它切成末状。那切末状之后，我用大量的米酒，然后五香粉、胡椒粉、大量的盐巴跟糖，还有就是酱油，
香油，现在去把它做抓腌，这边带一点点的这个蛋白进来，让它多一点点的滑口度。有帮助吗？这一点蛋清啊，一点点进来就好，因为等一下我还会再上一点点的这个太白粉哦，因为鸭胸毕竟它还是比较，它必须受到保护，对对，它还是会有一点柴。哇，三星葱进来，好开心哦！哇哦，你要做试吃对不对？对，耶，葱花蛋试吃什么呢？等下葱花蛋，葱花蛋加这个馅料，就是鸭肉的馅料。哇，开心，好多葱哦！来，这边把它拌好之后。是用香油来煎，哦，葱花蛋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在后面准备，我们在前面先厮杀一下。好，来，葱油，来，来了，各位，从第二位开始，开始。我不喝奶，不喝奶，这是试吃人生。三，嘿嘿，下一位，我不喝奶，不喝奶，这是试吃人生。二。终于吃到了，好胀！三四五六，预备，开始！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三。哈哈哈哈哈！胸有成竹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！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哈哈哈哈！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一。没有，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三。没有，哎呀，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问题是你喊中，我要喝，我先喝。对，我有喝啊。对哈，天哪！咦，开始！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一。没有，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哇！哎呦，换我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我二，我二，我二，天哪，八八二，我二，我二，我天啊！最后一个名额了，来，对，开始！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，没有啊！小大，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一。啊！为什么？太激烈了！开始！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一。下一位，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一。太爽了！我以为我今天吃不到了，太好笑了！男生玩这个游戏好可怕哦！换我带三个没喝过的，真的没吃过的，走！我变毒哎，我终于结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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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要求？那上面会撒一点点的盐巴上去，撒的，对，好香哦！我知道，闻得出来，闻得到，啊。我完全不油腻，超好吃，完全不油不腻。其实我吃不太出来是鸭肉哎，因为鸭肉平常你会觉得很柴，它里面有鸭肉，这么好吃啊，这么好吃，你用我进呢？超级好吃，超级好吃，谁没吃过葱花蛋呢？这就不一样。对，但是师傅火候也可控制。有鸭肉的葱花蛋，来，各位各位，给你们试吃啊。好哦。哦，手起刀落，太多了。这个要赢，这个要赢。葱油全部就位，从第三位编号是谁 ？Teddy， Special 的 Teddy， 没错。预备，开始。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哇，这么快，好强啊！他们玩上手了啦！我还没有做好要喝奶的准备，一次玩这个就上手。哎，你不吃不吃，一吃别人吃两道，你这样像话吗？这个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三。没有，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好，我让你举手，你会举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对不起，喝，大家。要举不举的？哎，喝了。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对，开始。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二。哎呀！对，来。我是 Lucky 薄荷奶，这次试吃体验是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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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臭大宝。最后一个名字，最后一个，对，这样太危险。开打！我最垃圾不喝奶，这次试试前之一。没有，差点。我最垃圾不喝奶，这次试试前之一。没有。我最垃圾不喝奶，这次试试前之一。来。我最垃圾不喝奶，这次试试前之一。三。下一位，我的拉比多奶，这次是减去二，没有。我的拉比多奶，这次是减去三，没有。哎，我的拉比不喝奶，这次是减去一。蓝姐，我的拉比多奶，这次是减去二。睡觉。好像不看比较容易中哎。肚子有蛋的。哎呀，有软。蛋也太多了吧？对啊，对，很饱，相当的饱。哎，没有刺哎。尤其是这一阵子啊，八月底九月初的香鱼是最棒的。哦，这是好棒。现在直接让它干烤，烤到入味为止啊！我觉得椒盐的就好香哦。嗯，然后柠檬有点提味。我们来去看吴师傅。哎，放在一个碗里面，其实你在家里，如果说怕包的层次不齐，其实你也可以像一个碗去做塑形啊。那刚好的面皮的部分，其实你就把它放上去。那第一下第一底部的部分要放一层的葱，那再来把这个肉再放上去哦，因为它的整个呈现方式。甜甜的这个肉在里面会把它的香气会堆叠起来，那再来就是呢，上面部分还会再叠满满的葱，然后咬下去会爆浆，所以等下吃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每次去吃，每次都被烫到，那就把它拉起来，那拉起来之后你就开始转圈圈塑形，像包子一样，对对，像包子一样，可是黄金十八折是吧？也没有到十八折啦，它的方便度就是你起来之后到最后，你就把这个多余的这个角把它捏掉，就把它拔掉，对，定型好就把它翻过来，就想定型。哇，漂亮漂亮，就满满的松饱，所以它皮表不是很薄的，对，皮好薄啊，漂亮哎，它这会熟透吗？这个整个会熟透，所以要慢慢的，对啊，所以要排队，原因就是这样子啊，慢慢耗，然后再塞啊，哇，你吃，哇。你一定要塞这么满的原因是？好满。因为等一下熟成完之后，这个葱会往下塌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些葱去当底，去垫底，然后把它撑起来。这么多葱，中间那个鸭肉要怎么熟？我一直觉得奇怪。对啊。你不用担心，等一下它熟成进去之后，葱有热度之后，它的油脂或里面有点鸭肉会有点像蒸的方式，蒸的鸭呢，在里面是有热气，它刚好也会发出肉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鸭肉是被那些肉汁葱汁给焖熟的。你在烙完出来之后还有酱汁吗？等一下我会做一个小菜，用的是那个我们的茭白笋。小菜 OK， 搭在旁边，等一下会茭白笋稍微把它烫一下，然后跟这个豆腐乳，就拌一拌而已。对，了解了。樱桃鸭三星葱饼，马上整个煎半煎炸之后呈现上桌，是的，掌声鼓励。这边就完成了。好，医师要组装了，来这边请。可是美酒的味道已经没了，没有酒味。啊，那个汁，别让它跑啊！掉了这个汁。哎，哦，这只留着，一只组装。哇，哎呦，这香好，这皮都已经是。桂花上色，它熟透了，哇塞，好好吃哦，夸张，那个就桂花那个酱好香，梅子桂花酱，通常在专业里头了，煮好了以后你冰了一天还更好吃，冰一天更好吃，吃冰的，哦，这个 juicy 了，桂花紫苏梅子香鱼，哎呀，完成了，完成。我们一起要上桌品尝最后的精彩，请整组的小锅，一组的拌面，加上砧板，哇，冠军奖，待会儿今天吃最多道的人
就是你啊，对啊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他。目前只要让我再吃一道，我应该就笃定晋级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俩要想，你们俩都吃到才有可能跟我同分。没问题，我们会的。你们俩是唯一哦，你们三个是唯一可以威胁我的。嗯 ，OK。所以就是我们要全力的拦截陈哥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三、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拦截他！各位，先吃樱桃鸭三星葱饼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李敏，那我先看了。开始。我最爱你，不喝奶，这是新世纪人生三。没有，我吃拉皮不喝奶，这是四只几人吃二啊？什么？这个他这个拉皮不是说好了？加油加油加油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说那个灯有点闪，那个灯在闪，那个灯在闪。陈大天，我们喝奶，喝，还拦截我嘞？没有机会赢了吧？拦截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很难了，我们没有机会啦。再怎么样都试不了了。来，准备下一位，周星哲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最爱你不喝奶，这是四只几人吃一。没有。我最爱你不喝奶，这是四只几人吃三。没有。我最爱你不喝奶，这是四只几人吃二。有。哇！哇！哎，我有可能哦。对啊，有可能。如果陈哥不中的话。对。来，预备，下一位谁啊？预备，还有两个名额，开始。我最爱你不喝奶，这是四只几人吃三。没有。我最爱你不喝奶，这是四只几人吃二。有。太难了。赵。会。哎，他很会玩呢。对啊。天哪。我太有可能。假沙娃。威胁到陈陈哥。对。有有。我们俩都有可能。有有有。最后一个名额，开始。我最拉你不喝奶，这次四只几人吃一。没有。我最拉你不喝奶，这次四只几人吃二。没有。我最拉你不喝奶，这次四只几人吃二。有。我好想吃葱饼。以后别做朋友。歌手可能要少吃点啊，听说会烫嘴巴啊。我天哪。哦，满满的葱。哦，好晕呐！闻到了，天哪！鸭肉还是嫩的，哦，嗯，奇怪哦。你说这是笋？小白笋。哎，你没有？哦，没有。这小菜感觉超好吃。哦，嗯。这个小白笋跟黑木耳、香菜、豆腐乳、辣椒丝，对，蒜头、蒜末、蒜末，这个比那什么凉拌空心菜。凉拌凉拌白菜心，白菜心，一般北方馆子会的凉拌白菜心前菜有没有？嗯，比那还好吃，都比我好吃。而且是怎么说？味道很入味，嘴巴煮嚼的时候很爽口，每一个食材所交代的就是层次分明。嗯，我们一直提倡说拿来做小菜，它对这个在提味的效果能够更加分。嗯，有，嗯，这已经很饱满了，这个还可以刺激味蕾。对对，这菜很精彩。掌声鼓励！拍拍手，谢谢，谢谢。又是这一道桂花紫苏梅渍香鱼，还是有机会，起码要吃一个这个。加油！唯一能影响我的就是夏雨乔和 Kitty 了。对。现在第五道我先。嗯。我随意喊又中，你们崩溃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不会这么顺利的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这么顺利的。看好啊！大天不取，不取，看好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在说什么？大是没有用的。看好，你看有多准。啊，来准备，开始！我最拉你不喝奶，这是四只几人吃？哇！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啦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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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们没有，不要看我，我这次我也没有举，没有动，我没有动。不是你为什么不举呢？啊！你们大家叫我不举啊！不举，不举，不举！夏雨乔，夏雨乔。这个问题医生也问过他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帮你说话，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讲，我讲。不需要啊，不需要在这琢磨太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呦，太强了！可能。我蛮想举，我蛮想举。是很少人会喊吗？怎么会中？
为什么自带吃鱼啊，各位？对，至少要吃到。你怎么会倒满罐？自带吃鱼了？怎么不去打网球？他还真的有打网球，我只是发下牢骚而已。他还真的有打网球。下一位，朱俊哲，一米，开打。我最拉比不喝奶，这次试试甜吃。三，没有。我最拉比不喝奶，这次试试甜吃。二，有了。这一次有举了。我举了。我举得高高的。好，来我的对。预备，开打！我的拉比波奶，这是最年轻。二，有了。耶，来喝奶。我要每次在帮别人种。对。录到最后，你发现了这件事情。你还是要拿来喝啊？哦，对对对，好没有同情心啊！来，他，他，我那还没好。来，宝哥哟。来，预备，开打！我最拉比不喝奶，这次试试几人吃二？没有。我最拉比不喝奶，这次试试几人吃二？恭喜恭喜！没有 miss， 三个没吃，三个没吃，好帅啊！对，你算不算吗？两个成品中，啊，真的。啊，同组的，见面了，好老朋友相见，分外开心。一人一尾哦，天哪，这么好，怎么好意思？谢谢阿吉师。这个肚子的软超。Oh my god！ 嗯，已经本味道太棒了，又有桂花酱，甜甜酸酸的，桂花十号，都是梅汁的香气。对对，天哪，感觉它已经渗进去了。因为整个香芋好软绵哦，太厉害了，软好多。吴炳添师傅，嗯，换你了。好，这个香芋它本身的质感，包括肥美度都非常好。那它就是用了这个梅子的方式去喂它。那最主要难的就是整个像这样子的做法，我们在属于的甜跟酸的掌控是很难。它完全咸也顶到，酸也顶到。那包括这个很讨厌这个梅子一直在勾你。所以你不断的一直吃一次，刚刚我们还说，哎，一人一尾，这样会不会太多？就你是觉得太少，停不下来，对，一直停不下来，因为一直在你的唾液里面一直帮你做开胃，一直帮你做开胃，所以包括你又挖到这个，整个就是肚子都是蛋，那这个蛋部分有时候吃起来你会腻，所以你会需要点油脂，可是完全这个梅子的香气跟帮你顶到这个最好的一个解腻效果，所以这蛋本身这个香芋的本身这种蛋，包括它香气什么都非常好吃。非常棒的一道菜，好好吃，赞助你，太吃了，加吃。今天是周星哲，是，来，演唱会，在 Legacy 即将有一个个人的一个，对不对？是 Legacy 唱演唱会，音乐会，音乐会，是。你先别拿这个好不好？好。大家怎么样知道？你知道你的人就知道，是模糊的还是模糊啊？对不对？我对你在节目当中。当那一次上次来，就唱了两句，印象深刻，为之神往，很好听。那可不可以再利用这个机会，听的最后，发泄一下你的怨气？一首你好不好？你好不好？副歌，副歌，各位请。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？继续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老，你好不好？好想知道，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，你好不好？别急着把我的鱼丢，而且喝那么多奶没有卡痰。对，刚才我有点在想说会卡，奶会很影响。他今天要是吃的话，应该会唱得更了不起，很厉害耶。好听吧？热好听，这一听印象更深刻了，对不对？谢谢。由于看完今天的节目就知道，你是一个不适合吃太多东西的人。对对对，是而且也不太会玩游戏的一个人，没有关系，你玩得很好，没有你的表现，我拿不到美冠。把这11月6号的活动再介绍一下。好，我的首唱演唱会音乐会呢会在11月6号星期日，然后在9月17号就可以开始预购票。Yeah.
就一场是把握机会，是在 Legacy 的音乐展演空间，一起来看看这场的演唱会。这音乐会有什么名字没有？就是 This is Love， 这是周星哲音乐会。来，很疗愈的一场演唱会，希望大家把握机会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各位来宾，谢谢两位主持人，谢谢。希望全国喜欢周星哲的朋友天天都幸福。OK， This is the OK， 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